西晋文学家左思的妻子产后乳汁不足，小孩常因吃不饱而哭闹不休，左思夫妇为此烦恼不已。有一天，左思外出时，忽然听见远处传来“穿山甲，王不留，妇人伏后乳长流”。左思连忙循着声音寻找，最后找到了一位医生。他告诉左思，这两味中药是他家的祖传秘方，专治产后无乳的情况。左思带回医师给的药粉，并且用甜酒冲泡后让妻子服用，果然不久后乳汁就源源不绝。左思一时有感，写下了“产后乳少听我言，山甲流行不用煎，盐细为末甜酒服，畅通乳道如井泉”。意思是说，只要把穿山甲及王不留行研磨成粉，再跟甜酒一起冲泡服用，乳汁啊就会源源不绝。明代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引用这样的药方，并且在《释民》中提到，王不留行能让产妇乳汁长流，即使是帝王也不能使其停留。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看中医》，我是张瑞玲。在刚刚的影片当中提到，西晋文学家左思的妻子，她原本是产后乳汁分泌不足，让他们非常的伤脑筋。可见从古到今，如何让母乳源源不绝，一直是很重要的焦点。而且这个妇女产后要如何的调理身体，把月子给做好呢？今天我们就要好好来请教医师。首先要介绍今天的来宾，台北慈济医院中医部妇儿科主任吴炫章医师。医师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艺人吕良慧。良慧好。主持人医师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良慧。首先我们就要问一下吴医师，刚刚影片里面说到王不留行还有穿山甲具有促进乳汁分泌的疗效，这是真的吗？其实古籍里面提到说 王不留行穿山甲，妇人服之乳长流、那这个意思是说，他是在讲说这两味药它是在产科里面就是帮助乳腺畅通的一个中药。那其实像穿山甲目前在国际上它是一个保育类的中物，目前也是禁用，那你在中药房也是买不到。那替代的当然会有其他的，像是瓜蒌石啊、天花粉啊，或是其他的像是这个王不留行之类的一个中药，其实也都可以使用。那这个只是帮助畅通乳腺，其实你的原料的提供也是很重要的。那原料的提供像是优质蛋白质这些食物，像是这个花生、花生汤，或是像是黄豆，或是像是黑芝麻、金针菜，其实这个部分都可以帮助这个我们提供这个乳汁的分泌。好，那良慧，您当时自己产后母乳分泌的情形如何呢？我非常非常的幸福，应该说是我儿子非常幸福，不是我了，因为我的母乳非常的丰沛，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还很开玩笑的在 Facebook 分享我的母乳，那就很多网友就跟我讲说，我的母乳是不是可以卖它？那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同样是喝汤汤水水，因为我没有什么偏方嘛，我也是喝汤汤水水，为什么我的母乳这么多，那有些人就那么少呢？对，那这个其实有一部分跟我们说是跟先天肾有关系，肾气其实它跟一些内分泌荷尔蒙就有关系，因为也许像良慧这个是比较你先天荷尔蒙就是比较旺盛，所以你的这个 prolactin 就是泌乳激素这个部分在产后配合刚好你的饮食适当，那你自然你的乳汁分泌就比较旺盛。但是很多的初产妇因为产后也许是新手妈妈，她不会喂母乳，她很紧张，或是因为她有身体一些其他疾病的因素，或是她的摄取营养不够，这些都会造成乳汁的来源不足，所以就相对来讲她的乳汁量就会变得比较少。吴医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我的话是很多嘛，那我有一个朋友她非常少，好，那他说什么按一个什么胸部的什么穴道就会分泌很多很多的乳汁，是有这样子吗？是在乳房穴道方面，我们的针灸大臣其实有提到是说无乳
你可以选择这个膻中或是少泽穴。那膻中一般在两乳的连线的中点，就在胸口的正中央这个地方，你可以轻轻的揉压它。那少泽穴在我们的小指头的末端，在指甲旁边，那轻轻的按揉也会帮助这个乳汁的分泌。那其他还有在乳头的下缘，在乳房的下面，这有个乳根穴，这三个穴位其实都可以拿来做一个通乳的一个穴道。从中医的角度而言，产后缺乳的两大原因为乳汁化源不足与乳汁排出不畅。乳汁化源不足主要是气血虚弱所造成的，因此需补气养血，而乳汁排出不畅造成的原因是肝郁气滞。中医会以疏肝解郁、通络下乳为治疗原则。好，除了这个乳汁分泌不足的问题之外，相信很多人也非常关心这个产后究竟如何把月子做好。所以首先我想请教医师，这个坐月子的由来，还有一定要坐月子吗？是，坐月子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台湾民间的习俗，融合了中医的一些传统的治法融合在一起的，特别适合台湾这个。民众的一个观念，那其实在传统的中医古籍，你像唐代的金孝残宝，或是像这个妇人良方大全，其实在古籍里面都非常强调产后调理的一个重要性。因为产后气血俱虚，这个时候当大量气血虚的时候，你必须要透过好好的调理身体，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这个气血或是五脏六腑它恢复正常。这个也是为什么说产后需要来调理以及预防一些产后病的一个原因。其实我听说，就是从之前上节目的时候就知道说，女人很重要三个可以调体质的机会，一个就是青少女在发育，对，一个就是青春期，对，一个就是在怀孕的期间，包括到产后这个时候坐月子的期间，那第三个就是更年期，对，因为这三个期间都是女生在荷尔蒙剧烈变化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调整是最适合的时候。等于也就是说，如果她以前身体可能不是很好的话，她可以趁着她在坐月子的时候，如果把它做好的话，对，她的身体有可能是比之前体质要好的。对，对，那意思我像我婆婆就跟我讲说哈，像我怀孕的时候，我婆婆就跟我讲说，你不能吹头发，不能吹风，不能去碰水，这样哈，你以后会什么手脚冰冷啊，会腰酸背痛啊。会这样子吗？是，其实手脚冰冷或是腰酸背痛，很多产后的妇女都会发生。那发生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怀孕或生产过程之中的松弛素，其实它会让我们的筋骨骨骼，它会因为为了要baby 经过这个产道的时候比较顺畅，所以这个会撑开。那包括生产的时候子宫收缩术，你想想看，你生的时候是不是在那边用力很久，那时候不会腰酸背痛吗？就很多产妇也许她生了很久，尤其是初产妇，这个时候当然就要造成后续的一个腰酸背痛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跟这个是不是碰冷水，我想应该是没有关系。另外我还很好奇的是，我还听过是坐月子的时候其实你不可以洗头。那两位我就好奇，你有洗头吗？没有，那一个月我痒死了，真的痒得好，真的受不了，你知道吗？真的做到一个月不洗头啊？对，但是呢，我很聪明，应该是痒到受不了了，我就叫我先生去买酒精，你知道吗？然后隔水，把它加热，然后酒精就温温的嘛，然后棉花球拿来擦头皮、擦头发，你知道吗？因为酒精它会消毒嘛，然后那个又蒸发的快，真的不痒哎，我一个月就是靠酒精这样子。医生，这种方式正确吗？其实要考量说古代的卫生环境跟现代的不一样，因为以前产妇啊，当她要临盆坐草的时候，这个产婆或是叫稳婆，她第一件事要做什么？第一件事要先去烧热水，为的是说生产的时候，包括洗涤，包括帮 baby 洗澡，这个所以就可以知道说，以前当你要有个热水多么不容易，可是现代人，你瓦斯炉一打开，可能就有热水嘛，我热水器就有热水，所以其实重点是在于你洗完头之后，赶快要把它吹得干，哦，吹干，完全干，哦，你不要让这个头，因为头为诸阳之会，
你这个时候如果头是湿湿的，然后你的环境又有冷气，你很容易这个风邪就会透过头侵袭进来，这个时候对身体就比较不好。但是这个都可以透过现在去克服嘛，譬如说你头吹干之后马上戴个帽子，这个时候就克服。如果是这样的话，以现代来说，容易会产后病的病因是什么呢？那产后病的病因其实我们产后的一个病因病机其实包括第一个就是亡血伤津，就是生产的时候不管你是自然产或是剖腹产，自然产一般会流失100-200cc 的血液，剖腹产大概是500cc， 这个时候对母体来讲都是一个大量的气血的一个流失。那第二个是淤血内阻，所谓的淤血内阻，这个淤包括你生产的时候胎儿经过产道造成的一个外阴的一个伤害，以及包括这个子宫复旧，就是我们的包宫你生完之后它必须要恢复原本的大小，所以这个淤血内阻的意义在这个地方。那第三个产后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松弛素或是子宫收缩素，你会造成这个我们的筋骨关节会比较空松弛啊，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况。所以这三个点都是一个产后病常常发生的一个原因。那所有的产后病大概都是围绕这三个原因产生。那吴医师，你说产后病，产后有这些病嘛？那请问一下，那我们怀孕的那10个月呢，是不是也会有影响？其实我们在妊娠期间大概就会逐月一个养胎，就是按不同的月份就会有不同的一个养胎的一个方式，那看个人的体质。那譬如说前3个月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偏血虚充气上逆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就会让他用一些比较养血降气逆的药。那譬如说在产后在这个妊娠比较第三期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气逆痰阻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加上一些顺气的药。所以妊娠期间其实在中医的看法里面也是要针对不同的体质做一个不同的调理。中医认为怀孕前期会因阳气偏盛导致冲气上逆，所以会有呕吐胃口不佳的状况，随着胎儿渐渐变大，子宫也会逐渐增大，因此怀孕中后期时气机易受阻，产生气滞现象，气滞又会导致痰盂，让代谢变差，因此有的人水肿就会越来越严重哦。那以现代人来说，究竟他们最常见的产后病有哪些呢？最常见的产后病其实大概有这些，当然不止这些了，譬如说产后腹痛。产后腹痛一般在古人可能是一般的，譬如说盆腔感染或是一般的子宫收缩痛，那比较简单的产后腹痛大部分都是子宫收缩痛。那这个部分其实中医可以透过譬如说生化汤或是类似四物汤架构去这个养血柔筋，自然它这个产后腹痛就会减缓。那第二个是产后大便难，就是生产之后因为我们的胎盘跟子宫分娩出来了嘛，那相对的那个空间肠胃道它的刚开始的时候它的蠕动功能会比较差，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一个便秘的情况。那第三个是产后盗汗或是自汗，那这个部分我们一般叫做入汗，其实在产后第一周到第二周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机转它就会帮助汗流出来，把我们身体多余的水分把它排出，所以这个部分是要看你本身的入汗是不是说真的很异常，不然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说是算是正常的。那其他包括血晕这个部分在古人比较常见，那在现代都会在西医妇产科紧急处理，因为这个就是生产的时候的急症，它也许是产后大失血造成的一个休克血晕的状况，所以这个比较偏向是不算是常见的一个月子病。那究竟他要如何调理自己的体质呢？其实产后的调理体质我们大概可以从这几个方向来做一个着手，就是我们第一周前2周的时候通常就是化瘀血生心血，这个时候就是帮助我们的恶露慢慢从原本的这个血恶露变成浆恶露变成白恶露，就把恶露慢慢的排出来。第二个就是帮助我们的生殖泌尿系统的恢复它原本的一个
功能哦。那第三个就是帮助子宫的一个复旧哦，所以去旧身心就是在帮助子宫的复旧。所以前两周大部分都是以生化汤加减为原则哦，所以这个部分是这样。那等到第三周哦，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补益气血，包括健脾益气哦。什么叫做补益气血？就是这个时候，因为你生产的时候会流失一些血分，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做一些保养的动作了。那包括健脾益气，就可以增加你的消化系统蠕动的功能，帮助肠胃的吸收。所以在第三周的时候，包括一些像四君子汤，或是像是一般的党参啊、黄芪啊，这在第三周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加进来使用。那到最后一周或是在产后，譬如说40天的时候，这时候一些益肾壮筋骨的药就要慢慢加进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生产的时候可能因为松弛素的关系，会造成一些韧带或是一些产道的一个受伤，这个时候可以加上一些补肾壮筋骨的药，譬如说像续断，譬如说像杜仲之类的，这些药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筋骨的修复，包括我们的生殖泌尿系统附近的一个韧带的一个复旧。所以这个是中医在调理这个产后大概有分周数来做一个调理。吴医师，你刚刚说第四周的时候要杜仲嘛，那请问一下，是不是我们坊间所说的杜仲茶每天都要喝，把它当茶喝这样子？对，杜仲就是我们一般的杜仲，就是黑黑的一片一片那种，折断它会有丝的。那其实杜仲它有强腰膝的一个效果哦，所以这个部分杜仲或是续断，它刚好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子宫韧带的一个修复哦，所以你可以把它泡稀泡茶喝哦，它就是泡淡一点，其实它这个部分有它的作用。那有没有什么穴道可以按摩？是穴道按摩的部分哦，像这个像刚才蓝慧讲的这个腰酸或是可能会有这个观众朋友会有腰酸的一个情况，其实在后面的肾腧穴这个部分就可以常常做一个按压。就这样，我们这样其实就可以按到了。肾腧穴其实就是你肚脐平过来在这个腰的中间的脊骨旁开这个大概2寸的地方，脊椎的旁边。对对对，我们通常是说在第二腰椎啦，不过就是你肚脐对过来的地方，刚好就是肾腧穴，脊椎的两边脊椎两边就是按压到最酸的那一点，那稍微按压一下。好，这个除了按压肾腧穴之外，这个原来坐月子时喝的杜仲茶也可以补益肾气，改善腰酸。所以今天的看中医见本草就要带你来了解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杜仲，我们一起来看看。杜仲树的名字源于人名，本草纲目记载稀有杜仲服此得道，因以明之。但其实还有一个更可歌可泣的传说。古时候洞庭湖畔的货物主要靠木船运输，岸上拉纤的纤夫常年累月的弯腰使力，多半患了腰膝酸痛的毛病。有一位叫做杜仲的青年，想寻找可以治疗酸痛的药草，于是告别家乡上山采药。在山坡上遇见了一位采药的老翁，跟他诉说了纤夫们的疾苦，求他指引。药翁听了十分感动，递给杜仲一块能治筋骨酸痛的树皮，告诉他对面的山上有此树可采集，但山形险恶，千万要小心。杜仲一心想要为家乡亲友解除痛苦，顾不得身心疲惫，一路往上爬。到半山腰时不小心翻滚下来，还好身上被挨上一棵大树挡住。待他悠悠醒来，发现这棵大树正是他在找的树。他拼命地采集树皮，摸了身在陡峭的悬崖，最后筋疲力竭倒下，被山水冲入洞庭湖。几天后，纤夫们在洞庭湖畔找到了杜仲的尸体，他还紧紧抱着采集的树皮。纤夫们明白这树皮的含义，吃下了这些树皮，果真腰膝疼痛好了。为了纪念他，人们将此树皮命名为杜仲。
因为杜仲斯防腐蚀，所以古时候的人用来做房子的屋顶，可以挡风防雨好几年。老祖先很早就发现树皮里的珍宝，研究出释放药性的方法。从东汉以来的《本草》著作，更广泛记载了杜仲的功效。杜仲它本身是一个高大的乔木，那我们最常用的药用部位就是用它的树皮。我们会把它的树皮截取下来以后，然后去掉外酸皮，那再把这个树皮切成小块拿来使用。那因为它的有效成分是胶，所以我们在泡制的过程中最常用的方法是把它炒制，炒过以后我们炒到说杜仲要炒到断丝，那这个加热的过程呢，可以让它的这个有效成分在煎煮的时候更容易释出。因为杜仲本身它就有补肾阳然后壮筋骨的功能，所以有一些骨关节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非常常用。中医讲说肾主骨生髓，所以这个补肾阳的药材，在这个筋骨酸痛或者是说筋骨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是非常常用的。那包括了跌打损伤也会用。那我们在妇科都有可能用杜仲来治疗腰膝酸痛的问题。由于种下一颗杜仲，必须耐心等待15年。树皮的成分药性才会高。所幸近代研究发现杜仲的叶子也具有极多功效，花莲慈济大学后中医系的药草园也进行栽植研究。杜仲本身呢，它一颗一属一种。那杜仲这一个植物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树皮呢扒下来以后呢，可以拉扯出银白色的这个杜仲胶。那它的叶子呢，在折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得到这个杜仲胶。临床上使用杜仲的话呢，都是以树皮为主，但是在大陆药典呢，有收载到杜仲的叶子。那杜仲的叶子跟树皮的功效上的差别呢，就是树皮在药典里面的记载，它是具有安胎的一个效果，树叶的部分呢，就不具有安胎的效果。杜仲一般是要种植15年以上，我们取它的树皮来入药。至于叶子的部分呢，只要完全成熟就可以了。成熟的杜仲叶经过炒制就能释放功效。将杜仲叶和黄芪、红枣、枸杞子冲泡成茶饮，可以用来保养筋骨，补充一天的元气。能够补益肝肾，对于正在坐月子的产妇而言是滋补身体的好药材。不过杜仲性温补，这阴虚火旺的人喝太多反而容易上火，出现便秘还有口气不好的情形。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看，看中医，中医看病怎么看，我们下回见。